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普畅双极面膜的电流测试方法。我们要准备的是面膜、面膜精华、指针式电流表或者是数字式的电流表。首先我们用精华充分浸润膜布，然后我们将数字电流表调节到电流测试档，用红黑表笔测量两根轴线。电流逐渐稳定，然后再测试一下这边。再测试一下左边，如果出现了负号，就将两个表笔换过来。然后再用指针式电流表测试一遍，测试任意区域都可以，只要两根表笔触碰到轴线上。可以看到指针是有偏转的，如果指针反偏，只需要把表笔反过来。更有趣的是，面膜是可以随意裁剪的，裁剪出来的独立区域它仍然有电流。我们来试一下，首先一分为二，将面膜的轴线分开两边，确保断开。然后我们再用指针式电流表测试一下左侧，有些反光。裁剪后仍然有电流。指针的抖动呢，是因为我的表笔比较难触碰到轴线。OK， 我们再剪一段区域，比如我们想测试这个区域的一个电流，我们就将这里剪开，以及这里剪开。这里也剪开，然后这里剪开了，这里剪开了，我们再用电流表测试一下。反过来了，它仍然有电流。再测试一下，再测试一下这个部分，这就可以证明随意裁剪也会使得独立区域有电流。现在演示结束。